秘书干，在越南有事都是秘书干。今天带我家小秘书轩昂去充点话费。老板，今天你要干什么？今天老板要充话费啊，手机没有话费了。好，你去这小卖部里给我弄张话费卡。Vital 5万的，五万的，五万的。OK， 你问一下那里面的老板。啊，老板在里面呢。哦，好，向老板拿一下，他问一下这老板这个话费卡在哪里。这是充话费的吗？是的，在越南这边充话费比较方便，看这是五万的，这输入这个数字直接就可以充话费。如果你们要提前比我充，你们就提前就充到这五万了啊，这个是五万块钱是吧？是，这现在已经非常的高科技了，在中国都没有这种，真的在中国真的没有。哦，在中国用手机直接充了。越南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拿一张小纸条，小话费就给你充起来了，五万块钱话费是吧？在越南这边一充就是个十万、八万、五万的，五万块钱，啊，哎呦，人家就在里面给他交叉一下啊。所以说嘛，在越南这边充话费还是比较方便的，是吧？